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，今天给您介绍一个无字，不忘再举的无。无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无，二声无，无二声无。无是一个否定词，与不、不要、不可的意思是相同的。如无疑后患，是说不要留下将来的祸害；无庸置疑，是说不必再讨论记忆。而《论语子罕篇》说：“子绝嗣，无义无弊，无故无我。”意思是说，不要随意猜测，不要其其必然，不要固执成见，不要存有私心。这是孔子教人所要戒除的四种心理。无也有莫的意思，是告诫之词。如《礼记》有：“临财无苟得，临难无苟免。”总统蒋公也提示说：“无妄再举。”这就是很明显的例子。无乃是疑而未决的发问词。如《左传》昭十六年：“士教必易被蒙氏也，吾乃不可乎？”无也是，而无将无言则是复性。将无字中间一撇不写出头，就是一个冠字，国语注音割万贯，四声冠。冠丘在现在的山东省曹县，也是复姓。如冠丘简是三国时魏国的名将。无字中间的一撇不要而改写为上下各一点，就是一个母字，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字。总之呢，无、冠、母三个字外形极为相像，书写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它们其中的分别。比方说我们要写冠这个字的时候，上面不要写成了无字，也不要写成了母字，而应该是一个冠字。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非常的谢谢您收看，明天再会。